嘿、hey, 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欢迎来到德游戏频道，我是沙乌色路。今天我们来玩的是《边境开拓者》啊，这也是观众推荐给我的游戏啊，感谢 Kenza 111。如果我发音不正确，再告诉我。那这款游戏目前还没有推出啦，是 demo 可以免费试玩，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。这边是关卡选择哦，那第一关就是教学啦，我已经玩完了，我刚刚也玩过了一两把哦。那除了第一关是教学以外，我们来尝试一下比较高的难度怎么样？先来放置我们这个行政中心啊，大概就放在差不多资源区的中间。那我们作为这个王国派来的开拓者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在第一线对抗这些魔物，同时要开发这些资源，养活我们的士兵哦，是一种这种即时策略的塔防经营哦。那每个月，这个月第一回合，我们可以先到王国的中心。每个月初，王国都会带着补给来拜访哦，我们可以完成他的一些任务。初始卡包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哦，可以看到有一些食物啊，获取资源的东西哦，我们先全部拿下来。这第一回合。看一下敌人怎么进攻，敌人两路啊，两路一起来。我不要讲的太复杂哦，像是这种伐木小屋，我们就让它靠近森林哦，就是会带给我们上面这一条啊，上面这一条可以看到有钱啊、食物啊、材料哦。那你可能建立东西的时候都会消耗到不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都要兼顾到、哦。像农田呢，农田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粮食啦，粮食。来。他们盖在一起，还会在彼此加成哦，所以农田就很适合自己独立设置一区。看一下、哦、兵营，我方单位最大的生命值加10，我们把它盖在左边一点哦，可以。那这些建筑也是可以去升级的哦，如果你有足够的材料的话。防御建筑木质建塔，好，把它摆在右边这一路。来，回合结束。基本上一个月可能会有2到3回合，所以不用担心，魔物没那么快。来，商队来到，商队可以花钱去抽一些比较强力的牌。那我们先来看看。哎，嗨，10块钱的弓箭手，他需要20个食物跟10点材料，还要4个人口，买了吧。还有打折，再买一个城墙。好，先这样子哦，再看看。来，我们一样先把设施盖一盖哦。有时候人口不够，我们还要去增加这些住房的地方。这样子，建塔再一个，建塔再一个，两边都要守、哦。弓箭手，你看，我们点这些单位，可以看它的血量啊、攻击力啊等等的。整个就是很明白耶，我很喜欢这样子。这边有3个守卫哦，守卫算是前期应该够用了。然后这边也有弓箭手，来各自加油喽。哎，兵营还给我们再配2个守卫，那可能跟我点的天赋有关系哦。上啊，为了王国，开疆拓土吧。蛮简单的哦，这样是困难模式吗？那每次打掉一波就会掉宝箱，这就有点像那个政策选择了，有没有？所有单位最大生命值提高100%哦。医疗保险好像蛮强的哦，又可以选卡包了。发展还是战斗？先发展吧。开。这就是加人口的哦，那还有更高级的农田，不仅自己比较多生产，还可以强化附近的，好，很好。第二个月，我们好像要防守9个月哦，希望接下来可以抽到一些比较强的兵种，就可以躺赢了。哎，我们还可以直接手动操控他们，还可以穿越森林，哎，打一个奇袭腹背夹击哦。哦，没血了。没关系，没血他们会自己到首都去疗伤，但是这样就是耗费他的这个时间喽，
所以我们还是要控一下。快被拆了，会升级的，这个种经验值的，所以你让他们一直打的话，他们就是会慢慢变强。敌人有点强，我们看一下，焦灼，战况焦灼，但我们有弓箭手在后面帮忙，赢了。被拆掉也不用担心哦，下个月就回复了。我觉得这样还蛮方便的。这样子，你看，才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，我们已经发展的有点魔规模了，像魔像样。士兵们报告说，有一片怪物营地发现了耕地，那有什么安排呢？根据我们的选择，就会获得不同的东西。我们把情报卖给商队好了，人口我蛮需要的、哦，就不要消耗了。新卡来，战斗卡包，抽一包。拜托，给我一个什么狂战士或是重护卫之类的。哦，十字箭塔攻击较高，射程中等哦，好像比较强。还有弩车，弩车可以贯穿哦。然后有个新的兵种，先不要急，我们先到这个商队那边看。有时候商队卖得更好，我们就卖一下卡片去买。打折打折，哎，有优惠，我们必买。医护帐篷，帮士兵单位恢复生命值高，可以。来，医护帐篷，哇，这范围好小、哦，但还可以再升级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十字箭塔，来盖一下。弩车，我两边都要加一下那个防御哦，不能只放一边。再召唤两个知夫手，我们看一下他的血量哦，160、14，生命值160，攻击力14哦，应该是比我们的守卫，哎，守卫比较厉害哦，亏了，但是他们攻击力比较高，所以还是还可以哦。全部过去，全部过去。我们直接决战于千里之外。直接杀到别人家耶，我们还是控一下齁。好像不用耶，就这样子。他们也太可爱了吧，完全把对方围起来耶。说不定这样打好像比较方便哦。如果对方是一个一个来的下水饺，胜利。第四个月，哦，四个，又是兵分两路哦。这一次还有蝙蝠哦，飞行敌人、木材厂、水果园，还有采矿厂。嗯。我来选，我选木材厂好了，因为食物到后面我们应该是不会缺的哦，材料会比较缺。可以盖木材厂了，每回合的材料加12，而且附近的树林跟伐木小屋工作效率会上升，所以等于说我们要盖在可以 buff 到的地方。我们盖在右上这一区哦，那接下来这一区就可以多盖一点伐木设施，去把它加成一下，可以。壮汉。极高的生命值和攻击力，这个很强哦。我上一次玩到，几乎可以以一敌百。先买起来，然后等下回合资源有了再说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卖一些卡。哦，这些是直接会飞跃的哦，还行还行，我们有这个对空的弓箭手。好、啊，没什么威胁，没什么威胁。第五个月，啊，怎么这么多？哇，天哪！战斗卡包开一包，好、哦，佣兵哦，花的是钱，每周消耗的是金子哦。救命啊！弓箭手主要来守这个中路好了。我左边有点挡不住。
帐篷在医治大家了。那这不用担心哦，其实我们的猪塔也会攻击，给他拆一下，慢慢拆。哇，塔都快没了，加油！拉打一下，拉打一下。这些人是在补血是不是？补血的不理我。可以哦，有我的壮汉回来了，要等到下一个月才能用，一定先把他叫出来。我们看他是1000生命值，哎，直接是其他人的大概10倍哦，以一敌百。重装守卫获得200%的近战反伤，商店大概率会出现重装守卫，那我们选这个啦。说话算话哦，我相信会有。哎，有，真的有97块钱了、啊。狂战士打折哎、欸、我也很心动。先选狂战士好了，狂战士应该是比较强。来 ,440 哦。其实有这个壮汉，你看他的防守范围也是非常的广。左边这一路应该靠他们三只佣兵壮汉很够了。那其他就让右边。其他人就到右边防守去。来，决战决战，六月了。哦，乌泱泱一整片。我上一次玩到那个投石器哦，它可以直接打一大片的，那就很好用。哇哦，来了，壮汉直接呐喊一声劈进去哦，对方也来一个战牛，但没关系哦，这就是个小可爱而已。快点，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。我完全没有在管右边啊，右边应该是很安全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重装守卫来招募一下、哦，现在已经觉得很安全了。他们的防御力是20点哦，很高，所以你可以让。前排站着这种有盾的啊，后面放一些弓箭的，应该是会很强。风调雨顺，好奇怪哦，这次玩它又是蛮随机的、哦。如果都没事的话，我们就没什么办法发展了。试一下魔法与技能，虽然我记得这个包都没有什么好料。从随机三张卡牌选择一张。怎么是这三个最基本的、哦？接下来有些是移除3×3的数目哦，每移除一颗获得5个，那这就是右下角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资源来了，我要买一个炮啊，10炮，下一回合怎么打？来，我们在这里建一个炮塔。而且这个其实建筑它都是可以升级的，攻击速度再加，哇，那它应该会很强。再加，好，连升了、哦，哇，又是一整排。来，我们去迎战哦。那另外一个兵团就从屁股切断他们哦。很快。蹦蹦蹦蹦！哇，乱成一团哦。其实是可以把它拉回去的、哦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好拉回去一下，让我们的城防发挥一点作用。这叫什么？空间换取时间。再一个措手不及。对不对？我们再放个法术，哇，赢了！王国内的一处地区遭遇天灾，希望怎么样调度资源哦？全力支援灾区，这要消耗超多材料的。来啦，最低限度资源，哦，这个重装支援很好用，一名重装壮汉，
重装壮汉你可以当成就是这个壮汉，然后再加上重装，差不多吧，他超强的哦。扭扭，我等着，哪边人一多我就直接砸下去哦。怎么都是牛？来，我砸一个。那么直接把他残血哦。如果是一般的士兵，可能就是团灭。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在扣血，他们防御力很高哦。看一下，壮汉已经五等了。哎，这只完全给对方咬也没关系，好好笑、哦。救鬼！这是百货公司人潮，我们先退一下。总觉得这一次敌人特别弱，甚至还没有被攻破到内部区域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火球法师我没有玩过，这一定要买的。然后我们再换一批货，能够射出一枚穿透数个敌人的火球，攻击力很高，17点攻击力。可以安排这种远程单位在树林里面，看一下，这样可能偷袭的作用哦。来，长弓手再放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埋伏在这儿，应该很稳。刚才没看到重装壮汉他的血量 3000， 直接是完美存在，攻击力 50， 这太夸张了，给他一个人守一定都可以。陷入焦灼，这边陷入焦灼，下面以一敌百，我把他调回去啦。其实还有一堆弟兄在这里哦。这后排有点麻烦了，可能要搞一下后排。OK， 胜利！哎，开拓成功哦，分数来了。以后呢，还会有正式版，它还会有这个无尽模式哦。现在暂时是没有的。可以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边境开拓者的体验啊。它吸引人的点应该就是它的画风很棒，而且兵种我觉得算蛮丰富的哦。这也只是 demo 而已。那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啦。游戏目前免费试玩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 Steam 直接找到这游戏哦。看到对面这样一大群撞过来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是一大群撞过去，那感觉还是很爽的。感谢观众推荐的好游戏啊，一穷一穷的冒险沸腾着你我的灵魂。我是沙乌神鹿，那我们就下一款游戏再见啦，或者是我可能还会再拍一两集，大家拜拜。